今天跑来外木山潜水，还买了一个 The Nice Easy Breathe 浮潜面罩。那这浮潜面罩看起来这样，今天来测试这个浮潜面罩。接下来要游到对面的目标，好，要开始了。安全到达。是在海边游泳，叫他讲讲两句感言。来，差点死在海里。你穿救生衣还会死在海里？搞什么东西？他没什么在动哎，根本不用踢，那个自然会浮啦。
睡觉，真的很舒服。今天的结论是 The Nice Easy Brief 真的很好用。那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The Nice Easy Brief 防水面罩。那它来的时候是有一个袋子这样子，那里面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呼吸管的部分，那另外一个是面罩本身。还后面是有个拉环，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里面有一个球，它球是会晃动的。你潜水下去的时候，因为水压的问题，这球就会往上升，就会堵住空气进来，还有堵住你呼吸，所以你变成你在水里面就是要憋气，那就把他们两个组合在一起。它这边有一个clip， 这样塞进去，还这样就组合在一起了。那我对它的总结是，真的是在可以在水里下任意呼吸，我用嘴巴呼吸，用鼻子呼吸都是没有问题的，感觉像在水上呼吸是一样的。但是你用这个面罩，你绝对绝对不能做仰视，因为它一仰过来的时候，它这个球啊就把它堵住了。所以我今天试着做仰视的时候，那就球堵住了，就没办法呼吸。反而是你头闷在水底下还比较好呼吸，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去浮潜的话，都去买一个。